员，大家好，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经典乐曲《致爱丽丝》。听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分解开来很简单，它用到了四个左手的和弦。就这四个和弦。然后呢，右手你看，就一句话，五个手指头就练起了。所以这首歌是双手合作的最初我们要练习的一个练习曲。好，首先要摆好，拉米拉是第一个，首先这样位置摆好，拉的时候就一起来，马上接着拉，用无名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吸下来，这边咪，这边咪，然后再兜接咪，再重复，我们示范一个片段，我们连起来啊。